今天呢，是我们历史上的一天哦。那1972年的9月10号，我们义诊在花莲仁爱街义诊所成立，这是我们慈济在克难功德会的那个时代成立起来的啦。德慈的妈妈，她的家楼下呢，她就拨给了慈济作为义诊所，一个星期2次开义诊，而且呢一过呢就是15年的时间。哎，那个时候我们也常常到外面去义诊啊，那个时候我都会跟着他们一起啊，从花莲啊、寿丰啊，一直到光复啊、义里啊、台东啊，这样的一线呢，每一次出去啊，都是好几百人哦。很感恩那个时候的花莲省立医院的这外科、内科、妇产科啊，那还有呢，也有药师哦，都这样的投入啊，小儿科都有。就这样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还会全省哦，全省呢去巡回啊，这都是呢走过来的路啊。现在我也很感恩啊，我们的医疗呢不是为盈利而医疗，我们所看到所接的那样的艰巨的个案，不是有盈利的收入，都是基金会啊、医院啊，我们的慈济人啊，从印尼送来的苏慧安，他来的时候这眼神经已经破坏掉了，那真的是没有办法治疗的个案，来到这里呢可以保住他的生命，而且呢改变了他的脸型哦，辞掉了他那份的自卑感啊，现在都很阳光，让他回去呢家庭安定啦，让他回去呢有读书啦，而且呢还继续的让他再读大学。他现在就是要承担起了现身说法，而且呢要做这样的辅导人家，这都是呢一颗种子啊。他现在在大学选择的是心理系哦，今年已经4年级了啦，那今年4年级也应该明年就要毕业了哈，他就开始呢要投入哈这样的服务人群呐、啊，还有呢新加坡的潘氏兄妹，既已是先拿了相片回来，哦那样的身体是工字形的哦，哦不是地雷啦，那兄妹啊。都是呢无法停止那样的抖动哦，这已经呢都是这么多年的啦，所以父母亲啊无以问苍天。后来呢我们也是因为爱，所以啊很勇敢呐、啊、把他接过来啦，用心治疗调试哈，那兄妹都装了晶片啊，还慢慢的训练，能让他呢，安呢，一旦安静，还有呢，让他们呢生活的哈，这不会安呢整天呐、啊、哎呀叫啊哈啊不停的啊抖动等等啦、啊，已经改善啦、啊。
可以静静地坐在轮椅哈，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啊！也因为这样，有仁医会啊，也会常常帮他呢，帮助他的复健，还有呢牙齿等等呢、啊，这都是慈济人继续到现在哦，还在关怀的哦，陪着孩子呢啊，每一次像这样的义佛节呀、啊。还要呢，专程去把他们载出来，让他常常跟人群啊来互动啊，不会有自卑感哦。他也看到了他们呢，也已经长大了啦，现在都二十几岁了哈、哦。这都是走过来看得到的医疗个案哦，啊，真的是很多啦，像菲律宾的。这种连体婴啊，看到的是慈恩慈爱哈、哦。那这两位呢，那个时候是两个人是不能分开的啦。那来到这里，因为他们家境很穷，那这一对姐妹在我们的医院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先养胖他们。够营养，而且呢，因为他要分割，还要用自己的肉，还要来补他的割掉的那样的空的哦，那这都是呢，必须要先养回他哦。那后来呢，帮他割的很成功，现在一对姐妹花啦，哇，都很。活泼，很漂亮，很可爱呀、啊！他现在也上中文课哦。施工上人，谢谢你帮助我们，我们要学习好。我们12岁了，我们要读书好，我们要帮妈妈爸爸。做家里的做事，施工上人，我们爱你。看这一对啦，让他们过盆自由哈、哦，从幼稚园而小学，你看是这么可爱，这东西过过丢哟哈。那总而言之啦，生命就是需要爱呢。把他陪伴走过来，啊，很多很多都是呢，走过的回忆的哈、哦、成果啦，不做就没有成果，你做了就有许许多多哈、哦、啊回忆无尽的物件哈，真的很令人感动。啊，不过呢，看到在。新闻的报道啊，因为呢温室效应哦不断在升高，也看到这国际间呐、啊、气象一直呢提出了很严峻的警告的，就说温度气体升高，那就会。让我们的地球加速老化，所以四大不调又是看到了。现在呢，这已经在整个社会里，天天新闻呐、啊、都跟食的有关哦。所以呢，不只是身外的天地之间的哦不调和。连供应我们食用品啊也都在不调和啊，这假如我们人人呢、啊、顺着我们生活正常化了，那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早餐，带着便当上班，还应该呢也会节省的很多，还应该呢也可以呢
就不需要呢这么多的哈、哦、的浪费的，对自己的身体，对天地之间呐、啊，都会更平安呐、啊。所以人一定呢要自我反省，不只是反省而已啊，还要多忏悔啊，忏悔我们的这种意念贪痴无厌哈、哦，所以要赶快呢说念，才能让天地之间平安。